哋嘅建議，根本差不多大部分時間都有需要咧係刀口下啊，係啦。咁樣樣咧係睇得到佢第一個難度啦，第二就係擺落成粒龍珠嘅時候啦，係要腰滑合一嘅，唔係淨係靠手腕嘅喎。完成呢一招式披肩龙拳，能够将运动项目同传统文化一齐喺维园呢一度啦，俾大家观赏。欢迎大家啦，可以影多啲片、影多啲相，摆翻上社交平台。头先提到啦，呢一个唔系净系香港嘅盛事，系已经去到国际级嘅盛事啦。每年咧都有好多朋友啦。慕名而嚟欣賞呢個盛事，多謝大會啦，邀請我哋大坑火龍嚟到圍院呢度，同大家將呢個文化傳承開去。哇！你睇我哋一眾自然幾興奮。咁我見得到我哋龍珠繼續帶隊，最後啦都會同大家做翻一個敬禮儀式嘅。臨完結之前咧，會繞場一周俾大家慢慢影相。再次多謝整個大坑火龍團隊，接住落嚟我哋舞台嘅活動馬上開始，將時間交返俾 DJ 啦。Another life.
生嘅數量啦，係大約啦係八二支嘅。冇錯冇錯，就係、是、一萬幾千噶。係啦。阿叻阿叻阿叻。